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零食啊，这个三角虎，一袋是150块，19.9呢，给大家发两袋。哇塞，这好有食欲啊！来，看看，一袋有这些，啊，上面还有肉呢。这上面还有肉，脆脆的，挺好吃的。它有两种口味，一个是辣的，一个是孜然的。因为我吃不了辣嘛，所以我吃的是孜然味的。脆脆的，口感可好了。应该特别下饭。哎呦，掉了。让你们看看，上面还有肉呢，看这个肉，这个三角虎特别好吃，姐妹们啊，味道很好，尤其是它的这个口感，脆脆的，特别好。19.9两袋，一袋呢是150克。有喜欢吃的姐妹们，下方小黄车去拍吧。